就算在屋企里面没有人食烟，但是二手烟却比你想象中更为接近。大厦中邻居的二手烟可以穿过通风口，透过电灯罅隙，甚至穿过墙壁和地板的裂缝而进入屋内。二手烟具有毒性，对儿童尤其是特别危险，请保护你的家人，请浏览 tobaccofreeca.com/chinese。